嘿，各位观众朋友好，欢迎来到我的游戏频道，我是沙鲁小鹿。PTCG Pocket 全球版正式上线啦，那我们今天就来体验一下这个100抽很刺激的体验。那我先带大家看我这个手抽抽到哪些东西啊，还不错。三星超梦卡还没，还有一个二星哦，运气很好哦，两张超梦直接凑完。然后还有呢，极冻鸟，极冻鸟两张哦，直接可以打水牌。嘎啦嘎啦也有两张，我们就是那时候集中火力抽超梦宝啊。希望我们接下来100抽也不要让我太失望哦，不要太夸张。我们前面30抽，每个卡包先各来10抽吧，因为抽卡其实要一直调整你的策略，你有什么卡，你缺什么卡，然后再去看你要抽哪个卡包。皮卡丘先来10包。Oh my god！ 来，前10抽交给你吧。哈，来吗？来啊！小霞，我的第一张小霞，耶、yeah ，不错。有啊，有声音吗？哦，后面有东西。哦哦，新的，你怎么没有避暑？哦，真的是跟皮卡丘很有缘呢、欸。哦，这十包惊喜点点、哦你怎么没有可达鸭？杰尼龟，好可爱哟、哦！杰尼龟一张一星的，阿婆，龙龙眼，嗯，哦，哎、欸，又是龙龙眼，你很会抽龙龙眼。第8包，哦、哇，彩的，各位，嗯，避暑，可爱啊。闪电鸟可以可以，马不停蹄。接下来，欸、如果要许愿的话，我希望宝石海星来一个。哇，没有特殊包、啊有有，没有。哦哦，等我喽！哇塞，我喜欢这一张，这张很好看哦，真的。高版本我也希望能抽到啊。镰刀亏。好亏啊，嗯，好亏啊，真的。这十抽没什么。我留了谁？谁、哦？这个喵喵来了，椰蛋树 EX。哦，还不错，可以。我祖庙挖花会需要这一张，可能一次就80。对，而且只要一颗能量哦。嗯。哇，我这十抽。怪力也来了，大赚呢、欸！可能不久后就可以拍一个斗属性牌组了。群哥小姐，火焰鸟、嗯、啊，没有你还行，三张 EX， 麻烦 AJ 帮我们抽超梦的，超梦我都凑齐了，所以主要是能抽到那个沙奈朵吗？沙奈朵，好，迷唇姐，欸、迷唇姐，两个迷唇姐是怎样？你很迷，好。好扯，超梦、欸、不是基本超梦，你总要有个完了完了完了，为什么一波倒哦、喔，没有东西哦、喔，这一包是被你抽废的，完了第9包，不能按太快吗？极冻鸟、哦、第3张了，至少有一张 ES， 第10包，哇，卡拉卡拉，新的全图。嗯 ，AJ 说需要这个对照组实验组，所以我们再轮一轮，换我抽皮卡丘。能听不出来吧？有啦，我的手气啊，果然是我的账号。凑齐凑齐，这样皮卡丘是皮卡丘很爱我啊。皮卡丘是这么好抽的吗？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什么？我已经看到了，刚它飘上来我就看到了。胖可丁新的催眠哦。对方宝可梦睡眠的，好可爱，很好看啊！音符是立体的，哎、欸，又来一个催眠的，闪电鸟，暴鲤龙，最后一包，最后一包，完了，没东西啊！换我，换我，请 AJ， 大概知道十连抽至少要有一个 EX 哦，不然好亏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感觉怪怪的。那只，哎、欸，你没有这个可以，可以，这个可以。
每个牌都需要那只。坏了坏了坏了！我不看了。两张小火龙。啊，可以，你的保底没了、啊，你后面都没了。我不要，不要这个，加油，来吧！假二人蛙，赞哦，不错、哦，其实蛮强的这只。哎、欸，你说要什么忘记了？宝石海星，还敢忘、啊？有没有认真在求？宝石海星。夏伯有昨天才刚发的牌组，目前差强人意哦，毫无波澜。没事。第60抽。对。各位不要问为什么前三包没有捡，因为没有重要的。第四包、啊、第四包也可以不用捡。哇，那你的保底在哪？第五包也可以不用捡。哎、欸，有声音。哦，在这包。哦、但是第六张。感觉只是全图卡哦，多边手、哦。那张的是什么用处？多边手。哦，又是全图。又是超梦吗？没有，这不会是 EX。真的、哦。百变怪，任意复制。皮卡丘交给你，因为我想要组这个雷属性牌组，请。哇哇！赞赞！哎、欸，你想要这个？要，我要这个。哦，可是我没有抽过，闪电鸟没有半张。又来，又是他，装可爱啊！我们加两只龟，没关系。那、啊、等下来第三只是要养，这只不错哎、欸嗯，这可以填直接填，然后再搭配雷球。他是说填自己哦，填自己，但是可以用马智士去转。马智士，马智士，说啥来啥。哇！要不要玩这个？哎呦，有一个稀有 的，有一包，有亮是不是？又是它三只龟了，这什么龟的诅咒啊？我们要去养龟了。好了，我爱龟。是它吗？不是这包，小霞第二张水系牌组必备。哦、下一包吧，下一包，下一包。欸、完了，过了吗？过了吗？没感觉啊！不对啊，没嘞。刚那道光不是在很前面吗？啊，怎么？哇，是他吗？这张是这张是谁？有啦，有一张保底。皮卡丘第三张。我爱皮卡丘，给我一个高版本的也好呀。来吧。喷火龙啊，最后20抽，最后20了。我还是想要保持海星。我跟你讲，你要顺着它，它从哪边滑，你就要跟着它滑。有一束光，有有声音，有声音，可是没有光哎、欸。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特别？丽佳妙蛙花需要草系牌，草系的草系牌，草系加50。熊二小姐。哇！丽佳二星，各位各位，今天的第一个二星的高版本志愿者，你看他，你看他，哎呀，跳舞跳舞，最后一包了，有声音，有声音，有声音，两张哎，两张，你手气好好，胡地全土，好看啊这张，加油啊！自己的宝石海星自己抽，最后10包。有光，光了，每次都光也骗我，没东西啊。哦，有了，不是，我要 EX。哦，刚那张是一般的，不会跟我说发光是抽到这个吗？烈焰马吗？全好看呐、啊，好看，也不错，好看呐、啊，收藏价值也是很重要。哇、哦，你这包很狠哦，小火龙好可爱哦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喵喵，都是全土哎、欸，超赞！这一张这一包很赞，宝石海星不要，我不是要，我没有讲清楚吗？宝石海星 EX， 你刚刚没有念 EX， 所以他今天来了两张宝石海星。哎呀，念错了，大家许愿要许清楚哦。最后一包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今天陪伴。Okay. 哎呀，最后升到13等啊！
我本来六等哎、欸。最后啦，总结一下。哎、欸，我得在第三张哦。总结一下，我们抽到哪些？结果还没有我手抽厉害。利加这个利加二星，中间这些都是全图啊，从小火龙到这个多边兽，11张全图啊，扣掉快龙是我手抽的，11张。EX 卡有椰蛋树 EX 一张，喷火龙 EX 一张，极冻鸟 EX 一张，皮卡丘 EX 三张，大家可以来交换哦。闪电鸟 EX 一张，怪力 EX 两张，胖可丁一张，十张 EX 卡100抽，那真的就是十抽一个啊。对，这一次抽起来是差强人意，很一般。不过没关系，这游戏本来就是慢慢收集嘛，所以。我缺什么呢？就慢慢再去抽。一个月以后，大家一定牌都会很充足的，大部分都收集到了。那喜欢的朋友记得帮我们按赞加订阅啦。今天的100抽就这样子展现给大家看。今天如果说牌组的收获，豆属性牌组，怪力 X 跟嘎啦嘎啦，这样是可以凑起来的。然后电属性也有皮卡丘跟闪电鸟。那各位看到影片，我应该也会留下我的朋友 ID， 想要凑德高挑战的，欢迎来加我好友。一重一重的冒险沸腾着你我的游戏魂，我是沙鲁蛇鹿，那我们就下一集 PTCG Pocket 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